好，又到了礼拜二的晚上，已经过到时间不知道。好，节目一开始呢，请多多使用抖内功能，好不好？直接先讲，然后我们会在第二视角展示。啊，这么尊敬啊！对对对。受训证照，当然现场是不能示范那种很专业的动作，所以可不可以教一些基础的姿势？你要来示范吗？你刚不是你教我，我教你，你要做哦。那地上的话，摄影机有办法 take 到吗？可以，好，就是我们一个来一个最基础的动作。好像，来啊，出来哦！我要出来哦！出来哦！我一直在乱开枪哦！
Watch out for me. 我应该要找到你了吧？其实三个都，我都路痴，我不太会分那个方向。哎，哇！你也不知道你打中了。他不知道。你有看到我画面？我看到你的画面，如果我看到你的画面，你死掉了。挂了，我看到。最最最我觉得突然进步哦，有一点推荐。抓到了，小心。那
像我们选手是每天都练14个小时，时间放的长，频率是非常。